起来啦！起来啦！起来啦！来到奔跑吧，我现在我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就要叫所有的哥哥姐姐们起床，起来啦！哥哥姐姐们起床，起床 ，Wake up please， 起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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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哥姐姐们起床，起床，起来啦 ，Wake up please， 起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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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哥姐姐们起床。起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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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几点睡的？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哦！你好，哥哥，我是王战。现在要起床了，哥哥，要去前面。现在，现在要起床了，哥哥，现在要去前面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任务，现在要在这里等我，哥哥。拜托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。很冷啊。不是 Henry， 你说 Henry， 撒谎，我起床了，哥要起床了，我起了，OK， 哥先洗个澡，现在，起，里边还有，哦，锁门了，哦，这里进不了吗？锁门，哥，为什么锁门？你是个什么鬼？锁门！你还是鬼？你死定了，王家人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谁怎么这窗户还能从外面打开啊？这个人是谁派来的？只想问一下。难得可以自然醒。哎，王嘉尔 ，Yes， 你去叫女生嘛？对啊，你有本事去叫女生。叫女生啊！那个肉八姐已经醒了。肉八，迪丽肉八。自然醒，啊！哎，这什么鬼？一早放怪物进来。谁呀？服务员。服务员。稍等。是王嘉尔。天哪！姐你好。你好。对，我是王嘉尔，该起床了。我可以进来吗？可以啊。姐，你昨天也在这里睡吗？我也在这里睡。姐，现在要起床了，好，你们先准备一下。哎呀，有点不是，好像不是那么礼貌。
大家早上好。哦，昨天晚上去的还好吗？不是说可以自然醒吗？怎么没让我们自然醒？一点都不自然。虽然我们全都被那个王家吵醒了，但是我觉得小鹿这个装法的真的是自然醒。大家早上好，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王嘉尔。哎呀，欢迎！欢迎！特别违心的鼓掌着，哎，就咬着后槽牙都是欢迎啊！让嘉宾来叫醒我们所有人，你有没有想过他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